来，永恒替往这片云海，命一开心澎湃，眼中的无声血脉冲刷痴眉的灰白，生死外我主宰，林燕，这是童峰在我名下的商场里买的衣服，送还给你。没想到他沉睡了这么久，居然又再度出现。保护好你的他，毕竟千妹总是死在你的面前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永恒的诅咒。好多项目啊，你想玩哪个？哎，那个不错。好。闪烁的回忆还有点微弱，我们应该在哪见过？这片歌很难的我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，这世界等待。呀，你让我。每秒都舍不得错过。小祖宗，俩小时了啊，你再不好的话，林爷就该手撕我了。来了来了，哎呦，快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，都迟到了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小浩浩，我有选择困难症，你说我是穿这双好呢还是这双？你是去游乐场还是去走秀？给你换一双，换一双平底鞋，跑跑跳跳都不成问题。来来，换上换上换上。不嘛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没有高跟鞋的人生就是不完美的人生。那就随意选一双吧。喂，永倩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求求你了，剧组临时通告，咱们开工行不行啊？我说了休假不去。谁啊？哎哎，别去！谁啊？姐，姐，救命啊！姐，哎呀，不知道那个统筹怎么回事，他临时加戏呀。我早上才拿到通告表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姐，你要不去，我肯定完蛋了。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姐。好了。你先起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放心，我今天呢是绝对不会让倩宝跟你走的，好吗？好，去去去出去。哎，姐，我知道，你难得休息一次，这样吧，你去玩。既然你不去剧组，那我就跟导演商量商量，把你的戏份呀给那个赵答应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你说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就那个十八线小网红？是啊，姐，房车呀就在外边等着，咱们上车化妆。嗯，哎，不，永倩，你不能去，我们今天约会，你忘了？哎呀，小浩浩，你听话啊，我怎么能让那个小网红压过我一头啊？本宫绝不能置之不理，那票你可不能浪费了啊。让你朋友一起去啊。
浩浩，乖啊，你最听话了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喂，好久没来游乐园了。是啊。你呢？来。好多人啊。哎，那个挺好玩的，一会儿我们去玩那个吧。好，等一下去玩那个。嗯。雷浩怎么还没来啊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再等等他。我觉得等一下呢，我们再去玩一个刺激的。好啊。怎么样？我还挺喜欢玩那个的。比如那个海盗船。哎，我。哎。怎么那么久啊？永倩呢？喂，永倩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没来啊？雷浩把欧林带来了。什么？欧林？嗯。不是，雷浩他傻吗？带他去干嘛呀？童峰啊，童峰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得小心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天哪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全绿创公司的人都知道。欧林喜欢林业，喜欢了好多年。林业的生活里到处都充满了这个欧林的影子，难道你还不应该小心吗？哦，是这样啊，我还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林业的生命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啊。是啊。哎，童峰，童峰，你有在听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喂？欧林，听说前阵子森泰出事了。他们最新上市的那款手机，好像是一个用户在乘坐的国际航班上爆炸了，不过好像没有人员伤亡。这也太好了吧！哎，你说，会不会是哪个竞争对手干的？不至于吧？我倒分析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和绿创生态的那个并购案。导致他们元气大伤，所以操之过急，为了股价吗？你是说他们为了股价把未经测试的手机直接投放市场了？手机出什么问题呢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分析啊，他们也算是狗急跳墙了。狗急跳墙。嗯，有意思。他们怎么去那么久啊？他们说去洗手间，快了吧，雷浩，你说他们童峰和林业是不是不欢迎我？怎么会？你说你工作那么辛苦，是不是应该好好出来玩一下了？是因为我来的太突然了吗？没有了，不会的。那个，我们都说好了，一会儿他们回来之后，我们去玩那个摩天轮，好不好？嗯，别吓吓。
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想太多了。童峰，童峰，童，肯定是帝云在捣鬼。林烨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童峰不见了。什么情况？你先从欧林回去吧，我去找童峰。哎，你去哪儿找他？别问了，先走吧。林烨，啊去。啊，算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我们留下来陪他找童峰吧。不用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咱们先走吧。我是林烨。这都知道，凤姐，倩妹，我到底是谁啊？童峰，别怕，你是童峰，这一切与你无关，你只是童峰。别动，别过来。童峰，钟天，你我今生无缘，愿来生我们可以平淡安稳携手到老。钟天，对不起了。
我抓住你吧。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去了个游乐园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？童峰现在有没有好点？快告诉我！你先别着急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快告诉我，童峰他到底怎么了？这片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谁能告诉我一下，童峰出什么事了？雷浩，你说。这不好说。你们俩这到底怎么了？行不行啊？我这一接到你们的电话就立马奔过来了，你们也不告诉我个所以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童峰现在只是发烧了，但是医生说童峰的记忆区之前受损之后就出现了异常，脑电波活动异常。等等，什么意思啊？脑电波活动异常，这怎么治？有什么后果？萧雨，你说话呀！童峰他到底怎么了？我的姐姐，我真的很着急啊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童峰这次苏醒以后，很有可能把失忆之后重新认识的所有人都忘记了，包括你跟我。包括你，我。可是童峰之前不就失忆了吗？之前不就已经不记得我们了吗？是。就是说，童峰上次失忆之后重新认识的人事物，他很有可能要再次忘记了。什么叫做失忆之后还能再继续失忆？这电视剧也不带这么演的吧？哎呀，这怎么治啊？大脑的结构本来就复杂，而且这种病例临床中本来就很罕见，这是类似于阶段性的反复失忆，是记忆区受损的表现。对了，那林业呢？童峰跟林业去了游乐园，出事了。林业去哪儿了？别提林业了。从医院回来以后，他就消失了，彻底失联了。不应该啊，林业宁可自己出事，也不会不管童峰的。这到底会去哪儿了呢？自动检查系统更新。我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，直到天眼系统，是目前能够将火王元素发射回神域的唯一方法。绝对不能让帝云知道。东风，我这一次会选择留在地球，我既要拯救神域，也要永远陪在你身边。手机速度就是快，打遍全服无敌手，
轻轻松松称霸全服。你忙什么呢？雷浩，你竟然跟欧林发微信，什么情况？我就在你身边，你竟然跟他聊了一个下午。我要是不在这儿，你们俩是不是就……亲爱的，你仔细看清楚，这些都是工作。你看这些数据公式什么的，都是我们的研究项目。那为什么不跟我聊啊？我就不能帮忙了吗？亲爱的，你连函数和微积分都搞不清楚，我怎么跟你聊啊？你看不起我？没有了。一个文艺女青年非要找一个理工男，真是自取其辱，太狠毒了。我有什么不懂的事情，我可以用手机查呀。那个欧林，他就什么都懂了吗？欧林不一样，他是普林斯顿的高材生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说就是嫌我没文化，看不起我？宝宝，你不要无理取闹了，我正在忙呢，一会儿再说。你竟然还说我无理取闹！这些东西都是要有基础的，一时半会儿是学不会的，知道吗？啊？怎么？你开始嫌弃我了？啊？没有。你有？没有。我没有嫌弃你，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嫌弃我没有那个欧黎的学历高，他是会函数，是会微积分，是会高等数学，可是我也读过书的好不好？亲爱的，人家是女博士，你非跟人家比干什么？你也很优秀啊，对不对？咱们不跟他比啊。雷浩，你最近为什么老是袒护着欧黎？你是不是看上那个老姑婆教导主任了啊？亲爱的，你没发烧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才发烧了呢。你今天给我老实交代，你干嘛呀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没有，你说你们俩够了。你们俩怎么只会在这儿添乱呢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。我带你去吃火锅吧。走。我不想你因为过去的纠葛再次受到伤害了，可是我该怎么办呢？东风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还没死呢。你吓死我了，怎么跑去跳水？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？跳水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咱们一起去的游乐场，其他的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没事就好，不记得也好。
怎么办？虽然狄云承诺一定会让我跟林烨在一起，可是狄云的做法实在让人害怕。江浩明都被狄云害死了，要是狄云拿到集团的实验资料，他会不会做出对林烨不利的事情？我该怎么办？祝我最美丽的助理生日快乐。慌什么？胆子这么小不是你的风格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也不怕被人看见？我只是来询问一下进度。你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跟我联系了，难道你已经放弃了林烨，打算让他跟童峰一起走吗？林烨已经跟童峰在一起了，挺幸福的。我觉得他只要幸福，其实跟谁在一起都不重要。是吗？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样的大爱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不过若是林烨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捣鬼，是你出卖了他，出卖了绿创集团，你说他会怎么想啊？不要。他还会让你留在他身边吗？不要。欧琳，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你应该为自己考虑。一个跟了总裁十年的秘书被开除了，你觉得大家会怎么想？你不想变得声名狼藉，人人喊打吧？千万不要冲动哦。怎么了？看你慌里慌张的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，我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。我们实验真的没有进展，不然你可以到实验室去看啊。你都可以避开保安来这儿，那实验室应该也不难吧？嗯，说的没错。既然来了，那我们就去雷浩的实验室看一看，我对那还是蛮感兴趣的。你跟我。你在游乐场的洗手间到底遇到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昏迷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我只记得我跟林烨一起去了游乐场，还有欧琳和雷浩，剩下的真的想不起来了。然后等我醒了就在家里了。林烨，虽然童峰已经醒了，但是你明天还是要带他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去之前打个电话给我，我陪你们一起去。小雨，不用大惊小怪的，我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要么就是在坠楼事件当中受到惊吓，还没有痊愈。我多休息休息就会好的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嗯，人醒来没有事情就好，你要多注意休息，听到了吗？放心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林烨，你送我走吧。你不就住在对面吗？我干嘛送你？我就要你送我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叫你出来，当然是有话要跟你说。当着童峰的面不方便，我很担心童峰的病情，但是我不希望他知道这些，给他徒增烦恼。所以我希望你也能瞒着童峰，不要告诉他医生说的话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没想到你还可以好好的说人话。话说完了吧？你可以回家了。喂，你这人
行，反正我明天早上起来就来接童峰去医院。不用了，从现在开始，童峰的事我会全权负责，不用你费心。你在害怕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你们总算做了点有用的事情，我知道了，抓紧。森泰实验室那边有了新的进展，多谢你从国外找的资料。小浩浩，嗯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呀？未来？对啊，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呀？结婚啊？嗯，不是倩倩，咱们俩现在考虑结婚还是太早了吧？不是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次次推三阻四的，和我结婚很丢人吗？还是你其实根本就不想和我结婚，只是跟我玩玩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男子汉大丈夫，事业未成的时候结婚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是事业上升期，这个时候突然宣布要结婚，事业肯定一落千丈啊。综合考虑，咱们现在这个阶段不适合结婚，你明白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是不想因为我耽误你的前程啊。你知道国内现在有多么缺你这种长得又好看又会演戏的女演员吗？是吧？你多演两年戏，结婚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雷浩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不管这些问题，反正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亲爱的，我没有不以结婚为目的，我说了给我时间，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。不听。不是，你现在听我解释这件事儿， 我得忙完了这事儿才行。哎，倩倩，你给我点时间呢。睡不着就听点音乐。林烨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会昏迷啊？我只记得在洗手间，忽然天旋地转，然后脑子一片空白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没事，你这估计是创伤后的反应，只要好好休息就会改善。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，有我呢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在你身边。嗯，接电话吧。
林烨，我是欧林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今天又不用加班，怎么还没回去呢？我，林烨，如果我做错什么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之前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分寸的人。同样的错我不会犯第二次。我。喂，没事吧？手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没事。欧琳打电话来，有急事吗？工作的事，明天再说。现在，你的事比较重要。时候不早了。早点睡觉。镜子，火焰，重天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林烨一定有事情瞒着我。重峰，重峰，啊，早上好。我睡不着，所以就起来了。想着你爱吃我做的饼干，所以就做了很多。尝尝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无缘无故的消失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我去哪儿，都会先告诉你的。来，帮我装饼干吧。好，小心烫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不许偷吃。好吃吗？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？确定不用我陪？别啰嗦了，再啰嗦你就未老先衰了。放心吧，一会儿肖宇就来陪我了，你就安心工作去吧。那你不许乱跑，等我处理完公司的事就回来陪你。嗯，慢点。
林夜，我想要做那个可以与你携手的人，而不是一直被你捧在手心里的人。颜色是什么？是透明的。时间味道是什么？复杂的。你的目光闪烁着清澈的。我们停在此刻。星空颜色是什么？是彩色的。星空尽头是什么？是空的。你心里藏着什么？告诉我。我的世界藏着你。命运让我们在一起，追寻几世未找到你，在满天星光下的深海里，田野里，要轻轻地拥抱着，我带着你，你跟着我。Yeah.